好，三位非常帅气的男生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一段呢是由角色男女要带来精彩的甜蜜邂逅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我是 Keyboard。 哦，你叫 Keyboard。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看到他们两个呢在舞台上表演，然后两个人不时露出甜蜜的爱意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边表演边笑，听说你们两个是在教室非常认真练习的一组，而且听说每天都到，而且每天两个人就偷偷摸摸跑去教室，都不跟任何人讲话，就这样子两个人一直练习，每天练习，所以会不会容易有爱的火花？有，是不是？那你们两个来，请问一下，飘飘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是不是要在一起？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好，所以你们两个呢，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爱的火花？有吗？好好，不要再开玩笑了。好了，那
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哪一些动作让你们觉得就是比较困难度比较高的？你刚刚劈腿，你本身有练过？哦，我原本是学芭蕾的。哦，学芭蕾，然后来跳爵士。那 Kibo 呢？我本来就是不会跳舞，就是肢体残障。哦，你也不会跳舞？不会跳。还会同手同脚。对。会同手同脚。刚开始教的时候，老师都快被我逼疯了。所以你会不会很受不了他一开始？不会，因为动作有改比较简单一点。哦，动作，因为他有改的比较简单一点。而且他都会帮我忙，就是指导我。你为什么要拖累人家呢？那是不是要对人家负责？没有，我有帮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呢，有啦，看得出来你们的默契十足。好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练习，那虽然你是肢体残障，没关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比赛今天成果表演完了，接下来日子由他对你负责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呢，以热烈的掌声呢，来谢谢我们的绝色男女带来精彩的甜蜜邂逅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来呢，下一组呢是我们的玉饭团，他们要带来。